经过日本医生强烈推荐，它可以让我们的牙齿和黄垢深层的去做代谢和净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森田。那呢，其实网络上很多人都在问我说，牙齿到底要怎么变白，甚至牙齿到底要怎么弄才会好看？因为牙齿呢，就是很像我们的一扇窗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以前有什么贴片啊，或全瓷冠啊，甚至牙贴啊，甚至照光的这种。所以呢，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艾莉亚的最新的黑牙贴，它也是 0.01 超薄的。基本上呢，它有分三片的，还有七片的。它呢是打开当中呢，它有这个牙齿可以比对，因为其实有时候呢去做一些比对当中呢，你也会发现到，我的牙齿这样的程度，然后美白后的牙齿的白度到底透度到哪里？我觉得这很重要，因为比对这件事情，你才会知道这个产品真的很有效。那呢，其实它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成分，就是一些竹炭成分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黑牙贴嘛，竹炭成分它可以让我们的牙齿啊和黄垢深层的去做代谢和净白。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地方。因为呢，我个人觉得其实笑当中啊，你会发现到都是露上排笑，例如说你看，所以呢，其实这个黑牙贴呢，它很贴心的，就是你看，它有没有看到上面呢特别的长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露齿笑的时候是上面会比较长一点点，当中呢其实呢它会有通过一个 SGS 检验，就是什么四大维生素和重金属的检测。经过日本医生强烈推荐，连敏感牙齿的人都可以使用，你就知道它有多温和，但是又有效。那它这个艾莉亚呢，我觉得它厉害是在它每天都可以使用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椰子油的成分，其实它可以让我们的牙齿呢非常的温和，然后它也是无色无味的。那天天使用当中，我觉得你可以趁就是每天洗完牙，然后呢要睡前之后，就是30分钟到60分钟，然后撕掉就可以去睡觉，隔天就会有超级亮白的牙齿哦。我想跟大家讲它的使用步骤。那使用步骤当然，我觉得在使用前的时候，你可以先去量一下色卡，大概你的牙齿的程度是在哪里。然后呢，其实呢，它最大的重点就是你要拿卫生纸先把我们的齿面先擦干。好，那呢过了30分钟之后呢，终于我们来看一下成果到底如何呢？那其实呢，嘴巴当中呢它会有一个薄膜，所以我们就轻轻的把它撕开。我就算是洁净力的非常深层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就会非常的让我们的牙齿很干净。好，然后呢就是用清水漱口完之后呢，我有发现到它原本是12阶，现在到第7阶左右，这只增长了总共有6阶，很惊人哎。然后呢，我个人觉得，就是以市价比来说的话呢，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资女孩，又可以达到很大的美白功效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哦。所以呢，假如说你今天没有太大的预算呢，或是没有太多的经费去做牙齿的话呢，你就可以选择这个艾莉亚的黑牙贴。